周晓，我喜欢你。大晚上了，谁在里边呢？有空常来玩。周晓，学长，你的白大褂，一会儿去解剖室呢。 都没有变过，时过程坎坷，但结局完美的小说。只比得我。你俩干嘛呢？接下来，让我们欢迎魔仙堡美少女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。 ACM 是国际大赛，将这样的比赛首次在校园里面开展起来，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，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。以 ACM 竞赛为目标，扎扎实实地锻炼自己的专业技术，为了和国际训练接轨，集训队要求每位参赛选手必须在赛前完成200个解题程序以上，并且在 ACM 国际权威网站上全部测试通过。希望不负众望，夺得金牌，能再次为南大添砖加瓦。 谢谢。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说，周晓，我喜欢你。每次遇到女孩相关的问题，都拿我挡箭。你高一的时候喜欢隔壁班的刘仁宇，一天到晚让我给你装清流，这会更过分。你直接还有当众出丑，我是认真的。